Suzuki 这个品牌啊，自从 Vitara 大卖之后啊，它现在的主力大概就是 SUV 了。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市场讯息啊，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呢是全新上市的 Suzuki SX4 S Cross。这一台车啊，取代了原本的 SX4 那个五门掀背挑高一点的房车车型呢，已经在台湾停售了。但是有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在继续贩售，但台湾未来不会有了。那我讲几个市场讯息啊。首先第一个，大家最喜欢的 Jimny 啊，目前台湾总代理还在跟原厂争取配额，每个月会有少量的配额来到台湾贩售。我相信大家看到中古车市场啊，满坑满谷的全新车在贩售，大概都加价10万到15万吧。 Suzuki 表示呢，这个车目前还会继续的一直贩售，但是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至于大家说会不会来五门，不会来；会不会有48V，也不会有，所以还是原本的车型。第二个部分就是 Vitara 和 Swift 以及 Ignis， 本来都有部分的少量缺车啊，但是现在原厂跟日本母厂争取了一些配额，所以你现在去展示间，如果是订这些车型的话，运气好一点，隔月就可以交车了。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呢，其实它跟 Vitara 比起来，除了价钱有一点类似之外，其他全部完全不一样的。比较大的车身，比较长的轴距，让你的车室空间表现比较好，引擎动力是一样的，甚至包含底盘的设计也都大致上是相同，只差在空间还有配备上的不同。它的售价有两个，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114万四轮传动的全新上市 XS4 S Cross。我们今天介绍这款车啊，它的售价114万，这个价钱老实说有一点尴尬。怎么说啊？第一个，如果是在台湾制造的 SUV， 你应该可以买到顶到天了，中大型 SUV 应该都买得到了。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你以进口来看的话，它又会跟部分的进口 SUV， 尤其是日系，有一点价格上的重叠。但是以体积来说，它又没有 RAV4 那么大，可是Suzuki 还是有一些优势，但而且这个优势啊，第一你要去试车，第二个试驾过后你会发现它的内在有很多地方是跟竞争对手比起来，它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看它车头啊，水箱护罩的设计呢，有一个很粗壮的镀铬材质，然后中间有个 S 的厂徽。我听说 Suzuki 在印度的市占率啊超过 40%，印度市场这么大，它超过 40%， 所以在印度的 Suzuki 等于是在台湾的 Toyota。很恐怖，40%非常非常的恐怖，也难怪这个品牌现在全部把重心甚至包含投资都放在印度市场。然后两侧的头灯 LED 的头灯，上面有三颗 LED 日行灯，如果你打近光灯的话是比较外面的两个，就是车头两侧就比较外面的两个是近光灯，比较内侧靠近水箱护罩的是远光灯。保杆的下缘呢，有一些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组合搭配的前保杆，但是在保杆附近的灯具全部都是卤素灯泡，包含了方向灯，包含了前雾灯。我们来看车侧比较重要几个重点啊，我比较喜欢第一个就是它的后视镜的位置，然后这边有个小三角窗，所以你在开车的死角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视野表现也会比较好。后视镜上整合的方向灯，然后当然也有盲点。说到它的辅助驾驶啊，有一个地方没有，应该讲两个地方没有。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传统的手刹车，它的 ACC 会刹停到零，但是到零之后隔几秒它就会释放掉，跟之前的 Vitara 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它没有车道居中，车道偏移警示它有，车侧盲点它也有。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轴距，你拿它跟 Vitara 来做比较的话，它的轴距多了10公分，这个10公分可以创造出第一个行李箱容积表现比较好，第二个车室的乘坐空间表现也会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悬吊，前面的悬吊都一样，后面的悬吊形式也差不多，前面是麦花臣啊，后面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扭力梁，如果是 Vitara 它是拖衣臂，都是非独立悬吊，但是刹车系统都是前后碟刹。然后你看它整个车色还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上方有行李架，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如果你喜欢天窗的话，以 Suzuki 的全车系来说，目前只有 SX4 S Cross 有全景天窗， Vitara 你买到再贵都没有，Jimny 也没有，
Swift 也没有。然后车门的感应钥匙前面两个门在门把上有个黑豆豆，它整个车侧有大量的防刮材质在轮毂上，车身的折线呢没有这么的丰富，稍微平整了一点，但是在前轮毂甚至包含门板的下方以及后方车尾轮毂连接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的折线的造型。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后视镜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的友善。这台车的加油孔在左边哦，不是在右边，就在驾驶座这边哦。然后它的释放钮呢是在我们比较早期的车才会有这样的设计，就是在座椅旁边有一个拉杆，拉下去之后就可以释放，它没有跟中控锁联动。那我们看到整个车尾的造型啊，我很喜欢它车尾的造型设计，有几个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像一台可以去爬山涉水的 SUV， 因为它薄杆的下缘啊，虽然防刮材质面积很大，不过它有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最下面银色的四条中间就是后雾灯，它是卤素灯泡。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你打开小灯的时候啊，除了原本的刹车灯这个位置灯会亮之外，它是微亮。另外还有两个灯在后尾门的上缘厂徽两侧的这两个灯也会跟着微亮，刹车灯是最旁边这一颗，刹车灯以下的方向灯和倒车灯就是传统灯泡的。那它这种外凸式的灯具整合了后方厂徽这个饰板一体式的造型，有点像那个 Volkswagen 那个 T-Cross 很像，对不对？这边有一点像哈。然后右边告诉你它是 Hybrid 的车型，现在只要搭载 48V 的 Suzuki， 在右下角都会有这个名牌。然后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压尾，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它有后雨刷。然后我们今天因为参加的是公办啊，所以这边有个12号，代表我们分到第12号的车子来进行试驾。我们来介绍它的动力规格。其实这动力规格跟 Swift Sport 跟 Vitara 都是一样的，原本那个自然进气已经退役了，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一颗引擎是 Suzuki 原厂的主力引擎，大量的使用在各式的车型上面，包含了运动车型的 Swift Sport。 早期这颗 1.4 涡轮增压引擎还没有 48V， 现在整合了 ISG 48V 的微型油电系统，可以创造出最大马力 129.2， 最大扭力 23.9 公斤米，大概只差在车重影响的油耗，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变速箱也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六速的手自排，只有在 Swift Sport 有手排。那只要搭这个引擎，大部分都是手自排的六速变速箱。原厂公布的平均油耗一公升跑 17.4 公里，也是因为车重加上车身尺码的关系，所以它跟 Vitara 比，引擎动力一样，底盘大致相同，只差在车重和车身的尺码，所以 Vitara 的油耗表现会稍微好一点，一公升可以跑 17.9 公里。那我们打开引擎盖看到，就是它没有油压顶杆，但是有隔热棉。引擎前方有这种亮亮的这种类似铝制的这种金属隔板啊，里面就是涡轮增压器。现在都是排气量慢慢的降低，然后用涡轮增压器的辅助。1.4， 你看它的扭力可以达到23.9公斤米啊，这个是以前自然进气 2.4 的扭力数据。今天我们打开它的空间啊，就是行李箱的部分，它并没有电动尾门啊。以它的车架来说，这个会是它另外一个弱势了。打开之后有一个帐板，上方有一个私密的隔板，这隔板可以把它拆卸下来。这个隔板的材质和造型也有进步的空间。我现在都是以它的车架来做这些有没有进步空间的定义。如果今天它是70万、80万，哇，那这个我可以接受了。然后下方的帐门打开，里面当然不会有备胎了，现在都取消掉了，现在改为都是在下层再把它掀开来，里面有黑色保育笼，就有打气机和补胎机，两侧各有一个塑胶的置物空间，而且这个置物空间你可以把这隔板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呢，你如果放一些比较长的物品放在下层的话，就可以放得下去了。椅背的导平是六四分离的，它的行李箱的容积在没有导平椅背的情况下440公升，导平之后1230公升，而且不管是前驱或四传，它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后方没有椅背导平的释放拉杆，你要在椅背两侧才有导平的功能。后座就可以分辨出 SX4 和 Vitara 的差异了，多了这个10公分的轴距，加上车室空间表现比较好，所以你看它膝部空间
就会好一点，一个拳头两个指头，头部空间也不错哦，也有三个指头左右。然后再加上因为它全景天窗，如果你家有小朋友，天窗我想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啊，下雨看雨滴，晚上看星星。它的椅背其实有两段的调整，你可以做两段调整，可以笔直一点或是往后一点，只有两段。那我很喜欢它的整个坐垫的发泡棉的软硬设定哦，不会太单薄，没有像门板会让我比较嫌弃一点，但是它的座椅的设定是我很喜欢，而且你看它整个椅背，前方椅背都是皮质的，并没有偷工减料。但是为什么只有副驾驶这边有个地图带啊？这个地图带，这个就没有。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是另外一个大家会有维持的地方啊。但是地板鼓起的面积只有一点点，然后后座的乘坐空间基本上我觉得算是不错的，算是舒适的。后方有两组 Isoface， 然后打开中间的扶手有两个杯架，没有通道，但是有两个杯架。然后这扶手啊，它不是那种垂在椅垫上，是这种，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设定。但是这个设定要小心的，不要把它扳断。不过你来坐一下看会不会断。通常看我影片看久了，你应该会知道，就是我在介绍任何车子，一定优缺点都会讲。但是缺点我不会把它放大，然后甚至攻击。如果你常常看我的影片，你大概就知道我对什么东西觉得它很棒，对什么东西觉得它有需要升级加强的空间。我们先讲它的被动安全，七个气囊，包含驾驶者膝部气囊。主动安全的部分呢，它有辅助驾驶，但没有达到 Level 2。其实 Suzuki 现在在母厂的部分和 Toyota， 他们彼此交换股份，然后有一些技术上的合作。合作的重点包含几个，第一个辅助驾驶，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内装的科技配备，有一些双方共同的资源。我们先看这个音响主萤幕下面这位 View，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它会出现一个360度，先帮你扫描一遍，有没有很似曾相似啊？这个就是从 Toyota 来的。然后如果你要再看一遍，可以这边有个 Play 键，再按下去又一遍。这个也是目前 Suzuki 这个品牌唯一有搭载360度，除非你去外改。然后它另外支援了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而且全部都是繁体中文。比较重要的，你看它这边，因为它是 48V ISG 的油电嘛，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些引擎、电池谁给谁的一个符号，一个图示的一个显示。然后包含了所有的功能，你的旅程电脑在那边都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然后它的质感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显示的画质我觉得很棒。在这个萤幕下方，这边有一排触控按钮，音响大小声、静音、我的最爱，还有接听电话以及关闭。中间这个方块啊，就是回到首页的功能啊。你另外音响的 FM 啊、AM 啊，然后你要另外接手机的音源啊，全部都可以在那边做设定。哇，它这个质感还不错，但是它没有车机导航。下方空调系统，双区的恒温空调，然后在下面有点置物空间，有一个传统的 USB， 然后变速箱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拨杆不能做左右手排的设定，但是它有 M 就是手排模式，你可以透过方向盘后方的换挡拨片进行档位的切换。另外还有一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试的是四传，所以它有这个地形模式的系统，叫 All Grip 系统。这个系统啊，你可以拨雪地 Sport 锁定。锁定就是中间差速器的锁定，仪表板这边会出现图案告诉你它现在是 4WD， 然后你按 push 的话，基本上它就是 auto 就是它会针对路况、针对轮速差去做传输比例的改变。后方有两个方形的杯架，以及这个就是这个了，因为这个所以当它的辅助驾驶在 ACC 的部分没有办法达到停等再走，或者是完全停下来之后可以 hold 住刹车的功能。也许未来改款大改款之后会变成是 Auto Hold 加上电子手拉车，扶手不能做任何角度和上掀的调整，但是里面有个非常深的置物空间，还有一个电源供应。仪表板中间一样有一个数位的仪表，左右两侧还是传统的类比指针，只有中间有一个数位执行幕。当你今天方向盘右边启动辅助驾驶的时候，有三段距离的跟车显示，包含了速度的显示，包含时速的显示，包含档位的显示，都在这个小小的数位仪表。然后左边主要是控制音响。下方还有三个按键，就是呼叫 Siri、 蓝牙电话接听和挂电话的按键。然后在方向盘左边呢，还有一些按键，停车雷达的开关、
它还有停车熄火的开关呢，然后循迹系统的开关，你如果觉得车道偏移警示或是前方碰撞警示你觉得很烦，你可以把它 off 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雾灯啊，没事不要开前雾灯，因为它是卤素灯泡，你晚上开的话会很刺眼。大灯雨刷都有自动启闭的功能，雨刷还有微调功能。座椅只有部分的皮质，大部分这个还是这个是像编织布一样的。不过它另外一个要升级的地方就是100多万哦，它没有电动椅，全部都是手动调整。方向盘也是，当然不会有了，方向盘一定手动。但是很多人在意就是它有没有四向，有上下前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门板，每天每个人要出门上班，打开车门的时候，第一个看到就是门板。门板的材质有些人很在意，我也很在意。我觉得门板的材质，不管是造型、材质，因为它是都是硬质的塑胶啊，然后包含的功能性啊，我觉得都还有升级的空间。啊，我们现在上路试车啊，它的 Apple CarPlay 是无线，但是设定上它是透过蓝牙，有点繁琐啊。我们有拍影片的简介，你大概看一下就会了。虽然设定时间比较长，但是其实设定的过程你很容易可以上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打倒档要出发，你看360度，现在人很依赖这个，但是我奉劝大家360度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是要透过传统的镜子，甚至你要摆头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障碍物。我们走一段高速公路来体验它的辅助驾驶啦。然后我们四个轮胎是 230kPa， 我觉得后面啊，因为后面它是非独立悬吊，后面可以再稍微再低一点，220吧。然后它整个行车的稳定性啊，还是很 Suzuki，它就是一台进口的中型的 SUV 啊，它的整个车体的扎实程度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颗引擎，它的线性的设定啊，从之前的 Vitara 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这颗引擎是以 1.4 左右的排气量来说，它的成熟度是最好的。变速箱档位虽然只有6档，但是够用了。当你在低档的时候，你透过方向盘后方换挡拨片，它也可以切换到手排模式。那如果说你大概10秒不去理它的时候，它又回到低档了，所以这也是蛮便利的。其实没有到10秒，大概3-4秒没有理它就回来了。然后辅助驾驶部分呢，你要时速30公里以上才能够做设定，设定好之后，按压的不放，一次调整5公里，一次慢慢按的话是1公里，但是呢，它可以刹停到零，刹停到零之后，隔大概2秒钟、3秒钟，它仪表板会有一个声响，还有警语。告诉你你要介入刹车了，要不然它会释放掉。那整个方向盘的转向的辅助设定也好，油门踏板的设定，甚至包含了48V 带来的引擎式的抖动，我认为都不错。尤其是这个48V ISG， 当今天你想要体验一下，很简单啊，方向盘左边有一个按钮，你可以把这个 off 打开和关掉，还是会抖，但是跟以前没有48V 比起来进步非常多了。好像现在它熄火了嘛，对不对？我把它关掉。有以前啊 ，BMW 没有48V 的水准，六缸的 BMW 没有48V 的水准，所以这种微型油电就是这样子。它也许对性能、对油耗的辅助表现并没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我们日常使用来说，哦，冷气可以维持稍微冷一点，甚至熄火之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停车熄火再起步。早期那个时候没有48V， 每一个有这个配备的都把它关掉，包含我都把它关掉了。整个开起来轻松程度也很棒。轻松程度的关键是什么？这两个三角窗以及后视镜，它的 A 柱算粗哦，可是它因为有这个三角窗的关系，让你开车左边的死角可以大幅的降低。所以这台车的上市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这个品牌多一个选择，你如果觉得市区用不到，你就买前驱；你如果常常会用到市区，或是下雨天，你希望市区有比较安定的切换车道感，那你就买市区。各有优缺点，应该不能讲优缺点，应该讲说市区就是要贵一点，可相对它的配备可能会好一点。那如果前驱的话，配备稍微差一点，尤其是少了这个旋钮嘛。
哦，那这台车的诞生的目的就是，你如果觉得 Vitara 太小， Vitara 没有天窗， Vitara 没有360度，或是 Vitara 你觉得我不需要它的越野功能，但是我要比较大的空间，那这台车 FF 就是你的首选。那如果说你空间要大又要有越野功能，那这台车的四轮传动版本就是你首选。加上现在因为都是涡轮增压 1.4， 没有以前那个 1.6 自然进气的，在引擎基础都一样的情况下，就看你的每天通勤或是假日出游的路况来决定你要买哪一个等级的。如果你是看规格表买车，你可能会错过这台车。我虽然对这台车的内装质感有点维持，但是你如果去试驾过这台车，这个东西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整个开起来的质感、车体扎实程度，你在转动方向盘甚至一般的市区代步呢，它就是会有那种让你很有信心的感觉。就像我同事刚刚他说，这个车开起来，他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开起来真的不错。所以大家去试车，试完车你对这台车可能跟你在网络上看照片或者是看行路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啊，一般360度这个 view 的按钮有没有，你在行驶的过程中速度稍微高一点，你按下去之后变什么，你看变这个右边一个摄影机照地面的，它照地面的用意是什么，它起码照盲点，可是它摄影机镜头往下，所以没办法盲点，它可能是告诉你分隔线在哪里啊。如果有看过我试车影片多一点的人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的原因是，现在下雨嘛，天窗雨滴打到天窗上的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怪癖，我就很喜欢听这个声音，所以我买车大部分都会买有天窗的车子。